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啦？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累了吧？我给你按。好。你和贺总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啊。我？嗯。我怎么了？ 他知道我们在一起，就和我大吵了一架。哎，贺总，是不是？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。玉文很少发火，可能是李哲的事情跟你的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他，所以他才生气的。等他消了气之后，我再去找他。 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嗯，哎，对了，诗雨刚才来过了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下个月的那天，让你自行安排时间，说你爸爸一大早就会去。是什么事儿啊？嗯，怎么啦？ 是我妈忌日。每年的忌日，你都会避开你爸爸吗？是啊，见了面又要吵架，不想让我妈看到。 对了，记得带一束茉莉，我妈喜欢。好，我也去吗？对啊，你不说我还想跟你说呢，是时候让你见见她了。可是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要准备什么？你这一身就挺好看的。嗯，好。 我们一起去。 那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你的舅舅舅妈？我舅舅家最近有点。 等公司这段时间忙完了，再去也一样。 报完去工作吧。哎呦，你该减肥了。讨厌！你好好休息。嗯，好好休息。嗯，那我走了。拜拜。